家好，我们和田闻名全国的瓜果之乡，我们和田生产的杏、葡萄、核桃等远销江宁外。那么现在我们和田也有了自己的一个瓜果批发市场，一进门我就闻到了瓜果飘香，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夏天的感觉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尝一尝这里的水果了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和田石榴是非常有名的，看一下红彤彤的石榴。我们石榴维吾尔语呢叫阿娜，阿娜用维语又是母亲的意思。看一下，看它的这个籽儿非常的饱满，大颗大颗的。看一下，它这个石榴是有补血功能的，但是很多人不喜欢这样吃。那么我们老板已经有这种榨好的这种石榴汁，这个可以直接当饮料去喝。我们问一下这两个价格是怎么样子的。要什么时间？我能把它放到手上吗？我能用5块，我能用5块，我能用6块。我能拍个看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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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15块钱一瓶，你可以就是不要买外面的那些饮料，可以买这个去喝，这个还有补血的功能。